关于眼睛有趣的小知识第十八期，眼镜猴的眼睛竟然比脑袋还重。濒临灭绝的眼镜猴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最小的灵长类动物，身长只有10至12厘米，大概只有成人的手掌大。眼镜猴有一双圆圆的突出的大眼睛，直径超过1厘米。如果按照身体的比例来计算的话，那么它的眼睛是灵长类动物中最大的，每只眼睛重达3克，比它的大脑还重，这和它小小的身体很不对称。不仅如此，在灵长类动物中，眼镜猴也是相对耳朵最大、指骨最长的动物。